天安 Suprax 独家冠名播出，街舞精彩嗨不停，火锅绝配小蓝瓶。前面讲到了很多舞者了，我这儿呢有一些选手的卡片，然后呢我到时候你们先随机抽，抽完了之后你要用除了语言的其他来把这个人诠释出来，让大家能看看能不能猜到是谁。哦，就模仿他。街舞精彩嗨不停，火锅绝配小蓝瓶，来让我们转瓶子决定。第一个一星，三个是吧？你随便抽吧。就没事，就这三个呗。我直接可以来啊。知道了，还是我知道。M T Pop， 哦，学得好。这个也可以猜得到，应该。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。哦。哇，你还蛮能抓到那个点的，苏恋雅吧？该你了，我的吗？嗯。你要去哪儿？这是？阿 K， 阿 K， 那当你表演一个，我们猜一下吧。你试一下，你因为你跳不好，我们才猜不出来嘛。哎，我听说，你之前没看到，但是你 battle 很厉害。导演选一个，导演帮陈指导选一个，你选一个，让他模仿。这个我跟你出道题，没有，这个是终极最难的。我看，这个真的，我觉得队长们都不一定表演得出来。这个真的，我觉得队长们都不一定表演得出来，队长们都不一定表演得出来，他们表演不出来。我来，这不太好表演了，这还有表演吗？来，小鸡啊，鸡哥。这不用表演，这个人行吗？我这儿。这个是谁？他看他表情我就知道，他是五种。夜莺啊。不对，不是，我觉得不是。夜莺，我刚以为是夜莺。我知道了，因为我只有我注意他第一个表情。小姐吧，嗯，对。哦。哎，我给你一个，不，很难的，不，你给我。就这样，我也不知道是谁。啊，这个也能猜出来。方向，是什么你就猜出来了？只要拿范儿，你知道吗？他拿范儿是他，拿范儿是他。哎，行了，我们差不多了。老规矩，
街舞精彩嗨不停，火锅绝配小蓝瓶。我们赶快后面大家该练舞的练舞，后面该抢人的抢人。好，来来来，来开心收工了。